好，各位同仁，大家午安。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次会议，先请秘书长来宣读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开幕典礼及议备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日上午10时10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人，请假议员陈正南议员1人。列席议员：县政府县长林崇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禄等处级长24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淑云。开幕典礼行礼如仪，议备会议报告事项，以主席报告签到，议员答法定人数。二、程序委员会报告本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议事日程审定结果。讨论事项：讨论本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大会决议增列专题报告项目，详如附件一。二、前项各专题报告所需议程之时间及日程，由议事组先行安排，并请县政府总联络人与各提案议员协商排定后，再提报大会。决定事项：抽签决定本次大会现场施政总执行发言次序，详如附表二。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第一次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日上午11时44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人，请假议员陈正南议员1人。列席议员：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淑云。宣告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以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程序委员会报告议案审定结果，决定照审定报告书修正通过。三、秘书长报告：审计部达安省宜兰县审计司105年9月29日审宜县一致第10500297/98号函内，简送中华民国105年度宜兰县总预算半年结算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一份，如附件进，请查照，决定予以存查。二、宜兰县政府105年10月19日府民行制第10501714/89号函内，为办理本县荣誉县民审查小组委员聘任一案，请贵会推荐现任议员3名担任审查小组，任期至106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请查照恢复。决定公推吴洪某议员、陈福山议员、吴秋林议员担任之。讨论事项：讨论法规案正式第18019号修正宜兰县殡葬设施管理自治条例第6条附表，宜兰县立殡葬设施保证金及使用费收费标准一案，提请审议。第一读会，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二、正式第18020号修正宜兰县雨水下水道暂挂缆线管理自治条例草案，行审议。第一读会，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三、正式第18021号修正宜兰县下水道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一案行审议。第一读会，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四、政治第18000022号修正宜兰县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10条之一草案，行审议。第一读会，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三位上午11时57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存查哈。那我们现在进行县长施政总报告。请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及相关及处长列席报告台。代会主席、陈局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咱本府甲县议会各位工作同仁、各位在场的所有先进，大家午安。今日非常荣幸，会当伫贵会第四次的大会要来提出施政报告。再去局长毛讲，小弟已经进入任期的第二届。嘛，伫甲贵会共同为着国民服务进入这个第七档，所以真济事情的难度也是这个相关的施政结构应该爱目标真清楚甚至爱会当掌握着咱宜兰县现主席发生以及未来长远需要
下一个准备，伫所有诶即个布设内底啊，一定爱有咱整体诶市政啊，即、這个蓝图甲计划。所以我今仔日要借即、這个啊新城诶地堂来向贵会报告，咱宜兰县诶市政延续过去上主要诶核心价值永续发展。啊，伫即个永续发展诶基本价值当中，啊，累积过去诶基础，来增进咱全民需求诶顶头，来建设咱宜兰县整体诶一个啊，即、這个需要。尤其啊，伫今年以来，我相信各位有看到真侪无共款诶局势变化。头一个变化，咱有看到全世界上强诶国家，也都是民主。诶，典范的国家美国当地进行总统选举，但是这场的选举，甲最近全世界包括欧洲真侪民主国家的变化，大家拢有看到一个真特别的这个现象，也都是民粹当道。啊，伫民主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警讯。啊，尤其是咱看到就。这几年所发生的极端气候所影响的全球气候变迁，和咱台湾也好，啊，真侪所在伫天然灾害，一届比一届更加严重，甚至累积的次数。我想各位议员最近伫南板路要传一张啊，这个气象图，台湾伫太平洋这外海，好像到处都有台风警报。啊！大家看到迄种图，可能会认为讲，迄是种啊，这种拼图啊，这种啊玩笑。但咱来想到过去一部电影叫《明天过后》，咱看到迄部电影所描述的一个过程，咱看到咱全世界已经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包括全球化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啊，即嘛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啊，真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虽然大多数啊，即贸易国家有签 WTO 的贸易国家，拢是要希望讲自由贸易会当更加开放，啊，更加自由化。但是咱看到真侪课题，可能毋是咱想的。所以联合国伫今年的年初啊，又一个两控三控的即个世界议题的发展啊，伊就将环境。社会、经济三个主题啊，有一个永续的啊，这个、目标爱来发展。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国家，但是徛伫全球化的地球公民一份子，咱要应用这个趋势，包括咱伫宜兰嘛是同款。咱伫轮续的这个市政计划，咱虽然是一个台湾22县市当中的一个县，但是应用的社会课题、地方民众的需要。我想，拢是对应伫这种未来趋势内底，尤其台湾嘛发生学生运动，发生真侪啊特定的这个议题啊，社会无同款，而且个看法啦、啊，形成啊真严重的这种的啊对立。但是，咱徛伫咱要伫啊民主的啊这个机制当中，变作是一个进步欢迎的国家，咱拢需要啊审慎来面对。所以徛伫。宜兰县政发展，伫价值观顶头，宜兰县政府又原来延续着咱伫永续宜兰四区城乡的这个结构，来甲各位做相关的报告。也就是讲，宜兰县政府不管多一种执政，咱拢应用这种施政整体的啊这个环境甲核心价值，啊来做一个主要的方向的布设，所以。咱要坚持环境的永续发展，伫过去甲现在，咱有一寡啊，即个准备甲努力，包括咱为着宜兰县的县民的健康、环境的即、這个啊，即、這个品质、好山好水的即个品牌，咱今年嘛已经正式公告咱的空气污染的加严标准。虽然有一部分人也未满意，但是环境。一个啊，这个永续，咱的标准一定伫水、空气、土壤，啊，甲所有的这个空间管理，
大家看得到生态的环境，咱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所以在这个核心计划之下，咱县政府持续会雕向国土规划啊，头一个示范的，而且管区，咱要来做准备。安尼有真侪城乡发展啊，开发甲未开发，甚至影响到咱大家对真侪开发案，大家有无同款的意见啊？咱应该爱落实伫这个制度面。另外啊，今年咱甲菜年嘛，速度来咱地方风势，伊嘛对咱一个啊所提出来管政计划啊，真有兴趣。咱所谓打造啊韧性城市啊，会当来作为咱要宜居城乡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啊，咱伫这个啊部分啊，对过去的地山风洪，也是咱的地水，咱来进一步更加应应啊环境的因素，甲咱面对极端气候的准备啊，爱来做更加侪的一个相关的啊这个政策爱来落实。所以伫这种的计划内底，现准是咱伫进行的各乡镇的地水计划，咱要是啊面对地标甲地本。标本兼治的方式啊，来做这个相关的准备。所以啊，各议员有关心，咱这几年来底，伫八年八百亿，延续甲六年六百六十亿的这个基础，咱已经拢逐步伫落实当中。但是，即个治水工程甲治山防洪工程做好，敢会当免除咱所有的天然灾害？我相信，这就是咱伫准备永续发展一个上重要的课题。咱必须爱伫空间的管理，甲管理的这个制度的政策啊，爱来做一个环环相扣。另外，咱宜兰县为着要应用这种宜居城乡，咱一定爱落实咱整体的这种的空间的啊，这个系统的结构。所以，交通建设，咱就延续伫这个结构的基础，爱来做咱所有交通的布网。即内底，咱的线性城市。啊，甲咱应用咱的雪水的这个啊，塞车也是咱伫北台湾、甲东台湾梅雨交接的交通路廊的规划，咱都爱个有搁较完整。啊，当然落实伫咱县内，大家对着铁路高架，大家对着山脚道路，大家对着咱现准时台二线，是毋是当速地行程啊？这拢是伫这个主要的结构。范围内底来做啊，细部的一个梳理。当然，咱对啊核心计划顶头，咱主要宜兰县会当予大家感觉除了好山好水、好人情，这个社会啊基础，这才是咱的上强的品牌内容。所以，咱要来打造一个永续安心社会的基础。我相信最近，咱有机会甲行政院长。伫民保，咱宜兰的建设啊，真是行政院的这个官员来到宜兰，因拢感觉咱这个所在啊，人文也是各种的建设啊，大家感觉拢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啊，我就甲院长安尼来做一个说明，讲宜兰人有真早的社区总体营造，有真早对着教育啊甲文化的落实，所以咱有一个真深厚的这个基础。所以要在这个基础顶头，咱即马要打造一个咱社会安全巩固的一个系统。咱必须爱伫教育，咱来必须爱伫啊社会的这种的啊各种的啊安全的系统顶头来落手。当然，即马咱人口结构的改变，即马变作少子女化啊高龄化啊，以伫相关的这种结构的这个交叉已经伫。啊，两年前完成死亡交叉，也就是讲，宜兰县人口已经朝向啊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咱的六十五岁以上的世代人已经满14.5%，已经是排伫全国第九的高龄的这个啊社会结构内底。啊，咱当然在这种结构经营之下，咱要哪让咱未来的这个社会会当和咱所提出的幸福宜兰当中上主要。会当让儿童快乐、妇女安心、老人听清，而且的环境，咱必须要有一挂准备。
这个准备必须爱让大家在生活过程里面能享受更加多元多元啊，甲高度的各种的照顾，包括即马配合新政府要推动的长照2.0，咱宜兰县政府嘛进入第一批有条件通过的示范县市。当然，初步的示范的计划唔是伫单点而已，咱是延续咱即马已经每一乡镇有一个种子社区做咱的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这个基础，未来。以这个 A、B、C 的这个部分，咱会伫 C 甲 B， 就是讲扩及的覆盖，咱的权利会当每一个权利拢有一个在地安老的照顾的基点，以这个基础来做好新政府长照2.0的接轨。当然，现在是咱这个社会安全也阁有一个课题。他拄仔讲，咱即马全世界弥漫的民粹，为甚物？就是分配不均。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所以徛伫幸福宜兰，咱优先照顾就是这部分。咱的社会福利的这个输出，咱必须爱现主席的伫这个制度面顶头，利用有限的资源，爱好来结合咱公司的力量，和咱这个社会一定爱做着照顾。所以咱伫这内底优先照顾贫老啊，还有身障的族群。那我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青年人要让他觉得有参与、有未来，所以青年的安心，以及的相关的这个合作计划，咱来持续来做。另外，伫社会安全内底，就是国民的健康，是咱一个进步的政府啊，必须爱优先排伫上头前的。啊，所以为着要让咱国民拢会当得到上好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照顾，宜兰县咱五望咱有一个。医学中心顶级的病医，那么伫顶礼拜得到行政院林全院长正式来公开宣布要支持啊，当然设备啊，甲第二计划会当啊，伫这个中央的啊事情顶头来甲咱支持，那么请老局长伫卫生局来督促阳明附设的这个病医啊，伊的医学中心爱每年接受评鉴，所以相关新民医区。甲南洋院区总体发展，啊，甲小弟所破坏的北生医，啊，包括咱们争取中央的高龄研究中心来咱宜兰，啊，来做一个整体的搭配。另外，对社会安全，大家上关心，我伫今年年初，张副议长特别啊，张陶议长特别甲我提醒，讲毒品危害已经是遍及啊，伫咱的生活周遭，啊，我会记哩。对前任的高局长，甲即卖现任的参局长，咱拢分别啦。对治安维护顶头，咱优先爱护咱的宜兰的社南洋边缘的社会，爱有迄种防止毒品入侵啊，会当危害到咱青少年，而且个整体的社会机制。所以咱大概会甲咱的地检署，即卖李检察长上任以后，咱就建立一个平台，每计划。定期甲调查站、甲海巡定期来开会。国小的高年级，啊，伫咱现主席啊，即种三四级毒品，要是原料拢伫外国来进口，所以咱伫边境管理顶头，咱希望讲除了。海巡甲岸巡，咱个警察局甲调查站会当啊，伫毒品来源截断，啊个啊打击要头变作是咱主要个工课。其他咱嘛进一步去甲法务部、甲教育部要求，咱要来设立咱个青少年，那不幸地沾到这個毒品，咱有一个中途之家，会当来啊，予伫咱教育现场个真济啊教育甲管理个这个问题啊，会当得到。啊，搁较适度的一个照顾。第三，一大面向，我想咱宜兰县讲究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自早宜兰人就做决定，甲西部县市选择无同款的路径。所以，伫永续经济的方面，咱的农渔业安那来永续发展，优先咱的渔业资源，即马已经啊陆续啊愈来愈少的情形之下，咱最近嘛伫。啊，作为啊，这个振兴的农村计划内底，
来甲中央对话，希望对咱陆域的养殖产业会当来甲咱农业共款，会当吸引新的少年甲咱新的这个科技啊，会当来互这个产业会当振兴。咱的农业优先打造生态农业的品牌，所以第一届梅季台风过后，咱就优先来甲农委会对话，争取宜兰县如果有农民要继续伫生产的这条路线来拍拼，咱伫未来的补助甲辅导计划，伫有机农业的促进，啊甲咱的生态农业，尤其是伫这种温室种植的这个部分，来抵抗这个极端气候，咱会当做一个调试辅导计划。咱伫相关的新年度过去伫桂花遮甲各位答应，咱要落实农地农用所珍惜的这个资源，咱优先用伫农村，用伫农民。所以伫这方面，咱新年度不管农村的建设农民的辅导，以及是农业整体的促进，甲农村风貌的改进农债的计划，咱拢希望讲中央甲地方的资源配合咱珍惜的费用，予咱宜兰县的农业会当有一个搁较永续的发展的这个基础。当然文化是一门这个好生意，是现代整体的这个传统产业的转型，包括科技，拢需要透过文化甲设计，包括我们希望未来的智慧产业都能够做一个有效的结合。所以县政府嘛，甲咱野村总和研究来做一个规划，咱希望参考隔壁琉球县，伫日本国发展虽然伫边陲，但中央政府和这个边陲的县有真济特别的这种的发展的这个基础，尤其宜兰县是咱这个整个光纤网络伫海底电缆上来的第一个岸口，所以咱优先要将这种IOT 甲真济智慧运用，而且商业会当配合咱的竹科城南基地。最近我嘛去拜访咱科技部杨部长，嘛特别所有县市政府大概毋捌去找过科技部，大概我就是甲伊请伊来甲咱协助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伊的高端的研究计划，一定除了互遮有名的大学，嘛爱互咱在地的大学配合。这种产业的运用来做伙，第二时刻要求讲咱的地热的转碳，咱的陈局长上关心的地热转碳，未使因为其他的专家有意见，就要来划停至少未来两年研究的这个计划未划停吼这个相关的这个准备咱拢是伫包括绿能产业嘛，作为咱一个永续经济的一个这个准备。即马当然，中央伫修法，要将这个电业法来做一个修订，一部分的环评，尤其是咱台大有一个高成元教授虽然伊这人是选择伫立德，但是最起码过去无一个对地热发电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模式，至少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案，会当来遵循。所以未来对着宜兰县政府，地基会支持要来成立能源公司，要来进行包括清水地热的这个ROT 也是 BOT 案，甚至后边推动绿能的产业啊，我想这拢是一个咱会当来改善过去法令甲制度基础的优先的支持。而且咱即卖主席县政府的机关下下要来布设太阳能的这种的触电的发电包括。建设处要辅导咱宜兰处第三波，会当未来伫智慧甲绿能的这个措施都能够定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嘛希望未来咱伫相关的主题条例草案，拢会当分别来提出。当然，对宜兰观光立观、甲环保立观、产文化立观，伫过去这二十几年来，已经变作是一个主体的这个方向。咱即马。要将宜兰县观光的休闲产业会当进入量化的追求，即马进一步要进行质化跟量化同步提升的一个阶段。因为咱个明年度
所有宜兰县的观光饭店的房间会增加超过1000间以上，但是咱即卖观光的量，咱来配合这个交通的政策，配合绿色旅游的趋势啊，包括开发国际观光客啊。而且我嘛希望讲，江理事会当提供予各位议员一张咱宜兰县在住宿上面这几年哦，而且咧啊，这个来客数的变化跟来国数的变化，哦，予咱议员了解。咱即马要进行的会调控啊，不只是配合中央政府的新南向，原来咱宜兰伫大陆的团客就不是最主要的地区，所以咱怎么样？在国际观光客的开发上面有一个更好的策略跟发展，啊嘛希望讲咱港理处伫啊即个月初时参加全国旅展顶头啊，都会当提出一个啊这个有效的做法，配合咱宜兰县在地观光业者，和咱宜兰县整体观光应该是会当来带动消费，带动咱所有的生活产业成长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促进来推动，当然啊，一部分的民众会感觉讲观光客来，造成在地生活，包括交通，包括物价，包括环境的这个冲击，这应该是伫管理的顶头，咱必须爱做调试的处理。嘛，希望咱的这个啊，港理处、建设处跟相关的部门，应该从这细节啦，会当来做一个调整。第循环经济顶头，优先要是爱注重咱宜兰县政府本身的财政体制。我想，遮侪年来，虽然有人讲咱永远伫数据顶头排，那伫债务的这个债线啊，苗栗过来就拢讲到咱宜兰，但是咱这几年伫贵会支持，基本上我的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始限制，不只是限旧制。新制旧制，咱已经得限，累积已经限到啊，到今年为止已经会当达到将近要24亿以上。所以未来咱除了要持续把这个债务的缺口来逐年降低之外，财政健全，再去咱陈议长嘛有讲到，基本上伫我任内绝对未留任何的。这个财政的一个黑洞啊，留待宜兰县，尤其是中兴文创园区，我相信咱各议员也注意看咱相关的这个计划内容，连咱过去已经做成的杨教授都认为，咱未来宜兰县的财政健全这条绝对是咱的主体。咱即马中兴文创，我们现在在整个架构上面周边的系统在。做准备，内部的工程也在做准备，那招商的准备，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提早跟文化部跟相关的部门来做对话，那么当引进租完即咱过去每一个年度大概拢爱副馆长去甲大家议员来做一个保证，包括咱的南洋戏剧团，包括咱的这个绿色博览会，包括咱的童话艺术节，未来拢会雕像。这个自给自足，甚至变作一个新的方向来进行，包括再去议长讲到东岸公园甲东岸节的关系，咱即马东山河流域，伫A 据点、B 据点、C 据点都已经完成成熟的步化以后，我相信未来东岸节是毋是留伫清水公园，这拢是会当特地来探讨。当然对着咱的东岸公园未来的这个。英文的内容是不是会当来承接这个主体的业务？这拢是已经纳入于咱的中长计划内底啊！而且咱的方向差不多已经初步拢已经定掉。其实，伫咱整体的这个建设顶头啊，贵会伫每一个乡镇，相信拢有一挂关心的课题。我都分别伫南甲北包括从我们这个。两位那个三地的这个乡镇，或者是我们平地原住民的阿里议员所关心的，我们其实在这个总和上面，今年的8月1号，我特别到总统府参与，蔡总统代表政府跟原住民
道歉来转型正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几项重要的承诺，我们在施政上面也会落实在我们的县政发展当中。第一个，当然对于原住民基本法未来的传统领域，只要中央立法通过，我们会同步来配合。那我也特别在历次的县会议跟今天早上特别也要求我们计划处成立一个列管，也就是最近新闻披露的英式村的这个案例，因为我们现在两个原民乡其实部落几乎没有做比较完整的总体规划。那过去部落在迁徙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平台，那其实部落安全、部落的整体的生活设施已经不符现代化的需求。我想每一次到部落里面去都是早期的国民住宅的架构，所以我特别要求我们的民政处，包括原民所跟建设处，都要在未来的国土计划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要针对大同南澳，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管理面跟着大家民众的需求在走，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一个要向我们原乡跟我们三位原住民议员特别来报告。那第二个，当然现在大同南澳分别有不同的课题，尤其是南澳乡，我刚才特别请陈议员来帮忙地方的这个府会的这样的一个协调只要协调好，我们现在的碧后温泉或者是苏花改，那林院长已经答应108年要全线通车，但是大南澳地区的发展我们是刻不容缓，虽然有几个规划案这个乡公所已经停顿了，不过我们愿意来帮忙地方，也希望陈议员如果说可以的话是不是由这个民政处或者原民所当主政，来协调现在地方没有办法完全来服务乡民的这样的一个死结。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对南澳乡比较大的期待。当然南澳的部分因为汉本遗址就在我们的场域里面，那现在南澳文化这个园区这个计划有点终止，不过我们还是会将南澳的这块国有土地把它打造成为未来在南澳整体发展配合未来南澳农场的一个发展案，来让它变成是山海对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那至于大同乡，我想我们会有几个部分，一个当然就是针对市南地区的专案，这次我们在行政院的这个提报上面，市南地区也列为一个专案。那现在第一期的规划案400万已经到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请农业处就农委会的水保计划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混林的转型计划能够一起来搭配。当然最近我们希望结合林务局跟退伍会在西南民池的这种营运计划里面，我们希望陈议员能够支持我们过去的马告国家公园大家有意见，我们是不是来共同推动马告森林叫做我们从国家公园下来第一另外一个城市生态园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同时我们结合部落的绿色旅游，部落我们过去所推的部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让部落的这个青年来担任向导或者是这个在地的社区解说，我想部落的产业要怎么样带进农业、休闲还有观光，包括我们也会将玉兰跟客委会争取下一个阶段做客家原乡风貌的这个打造，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同乡除了有泰雅风情之外也能够有更多不同元素。同时在几个部落要发展过去的小米园区或者是热水的休闲农业园区等等，我也希望我们几个部门现在都有几个相关的计划，那我也希望能够搭配这个大同乡整体的发展，那相关的流域治理包括几个桥梁的工程也应该我们相关部门都会跟我们陈议员来做说明。那我想阿丽议员最关心的还是平地原住民，现在
屏东原住民的人数不断的成长，那因为都散居在十二乡镇，这个在整体上面，我们现在就优先来争取。原来我们希望配合原民所的这个行政中心，再加上我们这个屏东原住民的这个服务中心看能不能尽快这个进入设计的阶段。那经费，我想我们也跟主委大概有个对话，他原来是最近就要下来，因为有一些行程还没搭配好，所以这个部分那另外呢，三个这个议员最关心的，在组织这个调整，在互相协调的时候大家都要求都要成立原民处。那虽然现在我们不是打退堂鼓，是因为这个协调的工程看起来我们各方的看法都有，那我们要解决的是应该就现有的能量能够让它加倍，所以我们在明年度开始也会对原民所来给予扩编。那经费上，我想在预算上三位议员都会看得到，也请能够来多多的支持。另外，咱伫所有他都要读了讲到永续企业，对所有我想林副局长、柯议员甲陈议员上关心，就是所有港甲南澳五溪港的转型计划。咱即马要配合南澳五十年的转型计划，即马有一寡咱地方必须爱来做一个结构准备，包括营运。108年度，苏花街来通车，所有店袂使变作过境，甚至变作是塞车的所在。所以交通的系统，咱优先是爱做一个准备。伫副馆长主持的这个平台内底，包括七车道安那甲台九线交接，也是讲甲咱这个苏花街出口的这个，咱即马基山桥的改建，我相信这对咱的争取已经甲有一个进度。接续应该是苏南驿站啦，吼，苏南驿站的这个环境整体来讲，已经得到这个营建署一部分的经费的补助。咱即马所有火车头的这个建管工程已经就绪啦，吼，后壁环状的这个徒步空间，包括中山路遐的商圈营造，请区议员甲林副局长会当要求地方来接起来。基本上还欠一段，就是咱的北美溪啦，吼，北美溪即马要配合咱下边的这个投资站要设置，周边的这个和所有旧的火车头甲周边的连接，甲咱这个冷泉公园，咱真可惜有全世界这么有名的冷泉，你像最近讲又去咱的所泡冷热双泉啦，伊就感受足深嘛。无叫你讲，伊拢直直杀温泉，无甲咱杀冷泉吼。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苏澳镇大概咱这个四大区域爱互伊无同款的发展。当然，大南澳地区的有机这个农业专区我希望讲可能要阁少了一点需要再推进的地方了吼。咱我看几啊届假期，我都要拄到陈处长带农委会。而且相关的这个委员去评鉴吼，大概听起来方便拢袂歹，只是地方的这个组织的能量，还有一些这个缺口吼，包括咱的所有库农农会了吼，所有地库农会，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少了一点点。当然，对于所有点整体，咱优先要甲中央争取的，就是迄个帆船基地配合豆腐角。而这个环境，而这个规划，我相信未来对南澳啊，甲所有港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包括最近陈镇长终于要来找县政府来帮忙恁讲遮侪年啊，迄个商场的代志，对第四市场用地最近我嘛答应讲先调钱，互伊去做这种贷款这个部分大概地方的这个代志，我希望讲咱会当来做一个整体。诶，促进吼啊！对着咱隔壁这个外家乡，我相信即马咱要将这个治水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即马外家抽水站细部的部分，我看副馆长嘛，当地甲咱选区这个三议员伫协调，地方的这个经验应该会当予咱伫未来外家抽水站完成以后，会当甲这个规个节水的系统。卖个因为敢那抽水啊，袂当做一个完整的整治。伫五家乡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来讲，咱要是优先用这个中心文创
啊，咱是今年都一切工程啊，大概应该啊，即马啊补偿款已经拢伫发，大概明年度以后，咱伫整体的这种的工程啊，甲铁路局的协调嘛已经拢完成。大概地方咱需要来帮忙的，我希望是咱的新中国中甲中英国小，看安那会当啊，伫进行咱新竹务议员有讲到，安那来变作结合这个区域的发展啊，变作是一个完全的中学。我相信安尼来讲，对未来即马少子女化，即囡仔拢减少的情形之下，咱来做一个更加有效的啊一个建立。当然，即马咱东山河清水公园要转型作为同安第一基地，结合迄、那个啊咱的东山河流域的一个整体发展啊，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啊看法。即马咱嘛优先伫争取中央，就是要甲东山河十几年来要争取的叫做水上运动中心啊。本来中央的资源是拢要放伫大鹏湾，但是伊遐有一挂工程延误，这三年来的经费啊，咱即马想办法要甲这个钱调来互咱用。所以安尼，帆船基地啊，这水上训练中心，甲安龙溪的啊，这种的啊，泛流标杆啊，咱拢甲当作咱对未来全国运动会要打造水上运动中心的一个啊前沿的建设。吼、哦，咱即马伫啊清水公园较挖啊这个。啊，下游的这个所在啊，咱起码嘛要将咱遮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啊，咱的停库啊，拢要集中设计伫迄个所在吼。所以伫这个部分啊，我想啊，我家乡的这个相关的公共建设啊，主体的部分啊，我就安尼来甲各位报告。啊，至于隔壁东龟山，咱啊，乡地议员邱明忠交甲咱的这个过去的啊。老议员陈学义呐，关心的几个课题啊，我拢去甲中央对话。头一个就是完善遗址，咱希望讲提升作为国定遗址，安尼来打造完善配合因即嘛即个农村社区重化，变作是一个真完整。东山河顶游配合那个中山休闲农业园区，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轴带。当然，二三十线。诶，这个拓宽工程啊，我想秋明兄讲这么久啊，吼，咱嘛已经列入去生活圈，希望讲继续过来争取。啊，至于东山的这个治水，林和源、林宝川，看起来咱甲即马古寮溪的整治拢拄到一个问题，啊，工程发包啊，啊，拢啊，这个一再流标，所以我希望讲干部处、陈处长这边一定要优先，从这几年以来啊流标的这个几个原因，一定要给找出来。哦，安尼咱会当中央已经甲核定个这个工程啊，袂使啊来甲延宕哦。另外，当然甲东山卡有关的，就是啊山卡的这个道台二更线延伸啦吼、哦。啊，这条因为较大条，咱伫林泉议长来，咱其实伫打开吼，咱五号模拟员都去甲现场，咱优先希望讲来做一个啊这个建置啦吼、哦。啊，至于咱啊这个啊隔壁罗东啊，我想咱。啊，这个五个议员上关心的，包括咱即马铁路以东的这个细部计划，的这个市地中划工程嘛，伫要啊完成交地，咱优先就是要发展咱的啊转运站，啊即马 BOT 案，咱嘛希望讲会当今年底会当进来来招商，安尼，让咱后火车头的这种的市地的发展啊，会当做一个完整的这个系统。啊，至于咱保护区。开放这一百公顷，啊，咱拍拼遮济冬，基本上啊，咱即个内政部也部长本来要甲咱啊，即、这个真帮忙，但是啊，遮委员都毋捌去心着一百公顷的保护区开放。后来哦，因同意予咱修正计划，希望咱后壁会当分区来开发。咱即嘛是以啊公益性跟必要性的南北水网计划来甲伊突破吼、哦，啊，因即嘛台会会过去。会当予咱进入专案小组，继续来做一个调整。当然，大罗东的发展内底，包括咱的顶南计划、第二行政中心啊、虽然咱流标一届啊，即马已经啊准备要阁上网。第二行政中心应该伫年底会当发包。啊，咱的啊南平的啊这个市地中划啊，应该马上会当启动。当然，这个过程啊，咱嘛必须爱去辅导。劳动顶农会的这个养生令，
甲伊即个皮蛋的生产工厂啊，外迁。啊，对整体来讲，咱罗东啊，较严重要是交通的靠地啦吼。所以咱伫啊整体的这种交通的疏运的部分啊，除了啊市内的接驳系统，咱的啊进前所提出的，咱要对宜兰甲罗东建立啊优拜客哦，甚至咱即马要结合这个绿色运输啊，希望讲会当将这个交通的这个啊更加多元的运输啊，会当做一个更加安全的啊更周全的一个啊这个安排啊，咱进入。三星乡，我想啊，局长上关心除了地热发电、温泉之外，就是咱所有的农村的基础建设。啊，这个基础建设，咱伫每年度啊，当然咱过去对三星啊这个地区的这个啊资源的挹注，我们也都啊主要摆在这个部分。啊，对三星乡，咱主要除了农村农业之外，优先要是发展安农溪流域的整体发展，啊嘛希望讲啊，工理处啊甲干务处现主持的河川桥的建立的基础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啊民间伫这个所在嘛发展甲真好，咱希望讲安农溪流域的发展，也希望啊在地的啊这个乡公所甲农会会当帮忙，咱全三星乡是上好的生产基地，但是即马休闲农业园区啊，敢若一位哦，还是无够哦，所以咱伫三星流域啊，即马三星有五宝，会当甲即五宝当作啊，咱啊宜兰原选的一个标准的生产基地来做农业转型。我相信三星乡未来不只是农业发展，包括咱过去希望从森林林铁副食啊，甲在地即个啊，所有的即、這个。啊，油气的据点来改做一个友好的串联，包括咱嘛希望将南洋发电厂诶作为咱一个生态环境的教育基地，等等啦吼。所以三星乡啊，咱除了全力打造绿能诶一个生产基地，也将来我们配合农业跟休闲，在啊温泉水的再利用，我们会配合国家发展计划，把这公有地作为咱上主要的发电诶一个基地啊。咱啊，安尼过一条溪，过来到咱的这个啊宜兰市大坪的这个所在啊，基础的结构啊，我记老局长啊林秀梅议员拢关心着，包括杨淑模议员哦，参那个江碧华议员哦，志宏议员，啊个咱魏定和议员关心的宜兰河整体的发展啊，咱即马已经辅导市公所嘛，已经提到一条2000几万。诶，这个相关的啊，这个营建的费用，当然啊，因为我是希望讲宜兰河会当更加多元发展，但是总是伊这是河川啊，这个铺好地了吼，所以咱即马进一步是希望将宜兰河诶这个上中下游来做一个整体规划，啊，咱准备希望啊，既然东山河会当游河，啊，咱这个所在会河运观光，咱希望讲会当拍啊用利用。格马兰水路，吼、哦，啊，会当来做一个整体运输，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咱啊宜兰市包括啊最近大家关心的这个宜兰河，诶，这个改诶宜兰桥的改建，也是宜兰桥边的这个啊防洪高墙啊，我想这个部分啊，咱必须爱来甲河川局对话。啊，即马咱宜兰河啊宜兰桥的改建已经进入设计，哦，细部设计啊，我想我嘛希望讲干部处最近就会当。来个地方做一个说明，啊，咱啊已经去个中央啊，希望列入去生活圈的这个系统啊，啊，看明年度会当伫滚动啊检讨的时候，咱会当得到这个补助哦。啊，至于咱啊这个宜兰市的几个议员关心的，包括啊咱宜兰啊这个整个那个文化南道的建地啊，咱即马配合幸福转运站。中山国小的五育馆，咱嘛希望甲打造成为啊，这个啊，咱的儿童图书馆。当然，宜兰市除了阳明啊附设医院会当升格，咱即嘛嘛希望讲东区要是欠文化设施的资源，所以民间捐赠的这个图书馆，咱就要起伫东区这个所在啊，予宜兰市的图书馆哦来甲做一个做伙啊，咱啊。
铁路以西这边，就由文化中心的图书馆来做承担。啊，宜兰市应该也佫有啊一寡啊，这个发展的啊，这个相关的计划啊，大概伫文化建设啊、甲教育资源顶头啊，咱这算啊，咱的啊行政中心，所以伫宜兰县政府其实啊真侪工课，咱即马拢完全啊做一个啊接轨了吼，尤其即马这個行政中心。甲这个相关的啊，这个地水啊，我想宜兰市差一个就是建业分洪啊，咱这嘛已经列入去中央啊。原来虽然无伫六年660亿内底，但建业分洪这个工程啊，啊工程费用较悬哦。我想伫这个部分啊，恁新闻议员有拄到在地这代表伫关心建业分洪，咱的规划已经先启动了吼、哦、啊，工程费用咱会阁啊来继续来争取哦啊，至于宜兰市甲罗东也是大家大家关心的铁路高架，基本上啊，咱拢提起中央去做对话。啊，这个铁路高架的话题啊，啊，咱的张景生政委是拍板，安尼希望讲交通部甲一线铁路做一个同齐讨论，因为这甲定线有关系。所以这个案嘛，未来会伫副馆长所参与的交通部这个平台内底啊，继续来促进，哦，继续来促进。啊，咱啊，大溪乡是咱即卖现主席观光上主要的场域。啊，国语文嘛清楚，现主席大溪哦，万事莫如交通急啊吼、哦。所以咱即卖啊，伫转运站边啊，即个市的中位，咱嘛会当进修，会当来打通。啊，甚至咱你讲嘛，甲交通部要清楚，希望西平的这条台二公线大溪段会当优先打通。啊，咱即卖。宜四线应该伫后计划哦，延伸到台二线，会都当来做一个衔接。啊，咱宜六线嘛要继续来清楚。啊，其他的部分啊，伫龙潭风景区甲四城地区的这主要的啊连外道路，因为咱林主席的这种观光工厂啊，拢集中伫龙潭甲梅州这个所在，所以周边的这种观光系统跟交通系统，我们会完善来建构。啊，虽然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那个完全到位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啊努力的来争取哈、哦。另外，对的玉山乡啊，相信啊，陈主任议员跟文耀议员，咱前刚在啊英金一号桥通车典礼的时阵，我都特别来给大家报告，大家相关心的都是东岸公园当时啊会当来动土，啊，咱相关的预算在规划之时啊，咱的征收。啊，甲相关部分的工程款，咱已经有啊。啊，而且这个案，咱去中央嘛要争取文化部专案资源的补助。咱卖讲啊，原来讲爱五年才会当完成了吼。咱希望会当速地伫两年内底完成。啊，即马查军方的用地啊未够吼。啊，这个部分咱嘛已经拜托行政院啊来甲这个公安部来甲咱做一个调节。伊若更够好咱，咱就马上会当做这个相关。而这个进度，互乡亲来做一个了解。啊，至于啊，这个宜五线啊，也是啊，宜三线，而这相关的工程啊，迄间晚分别报告啊，应该啊，最近拢会着手啦吼。当然，地方还佫一个较关心的，就是惠民路。咱这是立于咱要甲公路局做换线的准备啦吼，这工程较大，所以这个部分啊，大概啊，深沟啊，这个。啊，这个阿勤啊，是啊，乌金的这个船长顶门，大概咱就是希望，咱要甲公路局换线，安在当来成功了吼。所以这个部分，唔是讲地方的啊反应无得做。啊，至于讲宜山乡整体的发展啊，最主要要是啊，咱宜山市区啊，即站咱即嘛啊建设处嘛已经编一个规划费，希望将宜山啊这个行政中心兴建。未来东岸公园啊，要伫咱这个啊周边啊，这个宜山市区的再发展计划，要一个完整的啊这个廊道啊跟整体的这个规划促进，安尼来促进遐原来都是计划内底无细部计划，包括你宜山市区上欠缺的就停车的空间啦吼，所以这种是伫咱啊这个、准备内底，啊其他较细节的部分啊，我想咱伫相关的农债计划拢有伫配合。啊，农村社区重划，咱嘛无勉强，只要地方有共识，咱就着手啊，落去来全面推动啦，吼、哦。啊，咱啊，这个隔壁众位乡，其实即个咱算啊下上大难啦，吼、哦。这
陈浩山议员甲温建宏议员会当来放心，总为袂讲过去啊，重大建设拢无伫咱遮，因为总为地区治水的工程还袂到位啊，可见咱的这个产业发展甲真侪基础建设啊，大概优先的顺序都较困难。即马咱专心要打造啊魅力园区，配合咱台北角的这个风景区，因明年到月要营运啊，这个配合咱原来以前要做大厦用地这个部分啊，咱完整有一个规划哦啊，已经甲交通部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伊嘛初心要发咧分期建设，每年都应该啊有一个几千万的建设要同齐做。上重要要是壮围乡咱这养殖区甲啊这个老人人口甲社区的关系，所以咱这个壮围农村振兴的计划，咱是立志内政部的示范，而且计划啊，这内底啊，咱整体的这个五年计划啊，将近要投入中央甲地方的这个经费啊，啊将近啊有十几亿啦吼，所以这个相关的调设计划啊，咱分别啦已经拢伫甲中央对话内底啊。至于啊，咱即摆主席啊，这个啊新乡抽水站的这个。这个地理计划，咱嘛已经向河川局来做这个协调吼，所以伫全壮围乡的治水的这个工程，我相信已经逐步哦来做一个准备啊，渐渐建设啊，要是优先放伫咱的啊龙溪村的整体建设啊，让咱的啊壮围乡会当变作是一个啊富丽的这个农村啦吼。啊，咱头城镇其实虽然伫上北边，啊，即几年的发展啊真完整。我想蔡议员甲林议员除了关心农渔民啦吼，除了关心农渔民，咱即摆主持乌石港的整体发展啊，差不多已经进入一个啊这个阶段。可能咱的啊优先啊啊对着大二线吼，大二线的这种啊速地啊甲会当来改善啊伊的整体运输功能，咱即摆。请副馆长伫这个交通部的平台，就是立即交通运输研究所的啊一个北部路廊的规划内底啊，所以过去差淡薄啊，迄个基础来甲中央争取啊，即马这个部分啊，部长甲即马新的一个处长，就伫运输研究所的所长来啊，即咱副馆长拢甲伊做一个真好的调整，咱嘛希望讲真紧会当看到这个啊这个好的进程啊，重要的是。咱的乌石港甲石鹅港啊，即马发展的定位无同款，尤其是乌石港是完全除了是有渔港的功能，主要也是伫观光甲休闲。所以咱即马蓝色公路南面来做接轨，咱即马嘛伫甲交通部对话，其实要解决雪隧塞车分流的时候，除了公路，我们的海面上面的运输啊，一直都很少被谈到。咱若如果无伫啊，这个东北季风的阶段，其实啊，迄、那个时间大部分拢是宜兰县的啊，这个尖峰时段，安那运用铁路，安那运用海洋，这是咱未来的啊促进啊这个头城发展一个上重要。所以咱接下有一个五渔港计划，咱伫石城来个咱的啊外岸啊，甲这个港口这个所在啊，咱要甲这个铁路甲变作是一个啊这个接驳的啊。哎，这个转运站啊，吼，啊，会当和观光、甲咱这就近的这渔村来做一个啊，这个结合。尤其是这内底，咱已经初步规划，已经有几个啊，休热的时间啦，请这大学生进入咱这个渔村做充分的研究。咱要配合农菜计划，啊，甲这个五月铁的这个发展计划，和咱啊，这个头城、东北角风景区，甲咱整体在地，而这个渔村啊，做一个。啊，这个共生共荣的一个基础吼，安、哦、尼我相信，安尼人客在当引起咱渔村，袂种专心，敢那来甲咱打客甲啊，这个乌石港这个所在吼，所以这是咱起码的发展的策略。啊，另外对着啊大洋地区的这个发展计划啊，咱是要配合咱的铁路啊，这个高架啊，咱希望讲伫啊这个所在当设一个新站啊，促进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发展。安尼我相信。伫啊头城镇啊，我想咱伫啊遮尼长个即个范围内底啊，啊伊个整体发展会当得到搁较完整个准备。当然老家嘛真要紧，咱即马
许多咱在地遮少年会当伫遐来做育成的基地，头城镇会当伫未来啊，要是恢复开南第一城的这个美名吼，所以咱嘛希望在地少年人会当啊返乡，配合咱地方创生啊地方育成的这个青年返乡计划，会当予咱头城镇啊再度来变作一个新的啊文化啊甲观光啊结合的一个好所在了吼。总体虽然我无法度每一个乡镇拢感觉真啊完整，但是主体差不多有去找找中央。甲地方所反映的啊，真侪课题，基本上县政府的相关的准备，拢做甲啊，这个非常的完整。啊，这个完整啊，大概都差临门一脚，只欠东风。那起码咱中央小弟去带领团队去争取，只有干那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讲过去中央欠宜兰的，你照原来省道安尼恢复，啊，甲咱做这种。啊，整体的这种建设啊，咱安尼都有够啊。因为咱去讲，花莲台东有叫做东部发展条例支持，离岛几个县市，伊拢有离岛啊，这个建设条例专款的补助。咱既然过去拢甲其他县市，敢那伫竞争型的计划爱三顶头来争取啊，所以咱伫啊，十几年来啊，咱无法度得到啊，中央真济啊，这个主要的资源来帮忙。不是咱无好诶人，吼、哦，有当时啊，人优先诶顺序拢甲咱放伫上尾啊。即马啊，伫啊咱全体诶即个全民诶拍拼，啊，咱会当互中央看到咱即马所推设诶一个基础。宜兰啊，伫发展诶计划顶头，咱作为品质，作为即个水准啊，敢若像柯文哲市长带伊团队来看，因就是讲所有公共建设，伫宜兰县有看到。咱这种追求品质的用心，啊，这嘛是桂花十几年来伫变色，啊，甲勉励，而且共同的成果。虽然咱有真侪议题，可能大家看法不一定同款。敢像再去议长有讲到，咱即嘛地价税的问题，我伫遮嘛爱借这个机会，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对税金来讲，啊，咱所有的税绝对是要求爱公平。而且，这个变动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讲起来，啊，如果咱来用正当的角度去看，是较无公平。因为地价税是三年才检讨一次，我想在座几个资深的议员拢有做地价评议委员会。啊，这次有变动，地基人较大个无同，就是农地没有农用。啊，我下这种的政策的要求真简单，就是讲你农地农用，现在叫做农舍。啊，现在叫做农地，这政府的保障农民特殊的身份，该保障的。所以在座呢做生意就知影，农产品交易嘛是免税。所以这是咱符合着一个真重要的这个精神来做一个起点。啊，其他的你要来跟农民用同款，你只要做跟农民同款的代志，咱一家人也甲你扣袂着。但是如果你甲农地、农舍当作营业场所，总个甲隔壁价钱用的同款，我想在座足侪议员甲我同款，厝嘛旧厝地，旧厝地起厝，你若买卖，征值税、契税，一家人若减未去，啊你只要若交易，一届都爱税，但是望农地农用，你卖十届，一家人也扣未着。但是如果把咱农地当作产品，其实个过程内底，我想咱大家拢徛伫一个。对咱啊，国民的上大权益，啊，甲咱啊追求社会公平，而这个原则，安来切实。所以，在这个过程，如果即马税单寄出去，有无合理啊？无应该扣的共扣，这本来就爱咱的税务局，咱拢爱去甲咱的民众的权益搞较高。我今仔日讲的这个原则，就是一个真清楚的咱原来定的目标。啊，这个目标，我想在这个过程内底，可能大家会感觉讲，啊，即马民宿都生意较歹，啊，咱会当甲减一寡无？基本上，咱应该安尼讲，啊，大家来去看咱即马主席的法令，民宿那只要在休闲农业园区、观光风景区内底，吼，伊只要符合迄个标准，有的吼，有的你就照一般的水去扣，只有跟他弄下。吼、哦，农舍，但是你若是伫休闲农业园区内底，而且个
啊，住宿型的民宿，迄地方税务局嘛知影，迄无法令个改税，迄应该嘛是扣袂着。但是一般现在可以做民宿的，伫非都市的土地，都是伫住宅区内底，都是价格内底。啊，价格如果伊来扣税，为什么一般的民宿袂当扣税？所以基本上，咱这拢是徛伫这个原则顶头。所以贵会伫选区内底，啊，有选民感觉过去讲啊，敢若几百块啊。也是讲啊，都无扣，是咱爱扣。内底那如果是扣唔对，咱已经拢爱改啊，这个更正吼、哦。啊，对于咱现出时啊，大家感觉啊，较无公平的所在，会感觉讲，哎、欸，安尼过去几百块啊，起码来起遐尼济，可能有的就是咱三年调整地价一届，啊，就是看迄调整的地价是不是有合理啊无？税率拢是照迄个标准总值去算的。啊，当然，咱啊如果啊，都能够像自用住宅，会当愈降愈低，吼、哦，安尼我想这拢是咱会当来啊共同来促进的吼、哦。啊，其他的部分，我想这个代志也无什么真大的政治问题，嘛无真大的这个复杂的问题，吼、哦。啊，当然，我个既然做这种的决定，啊，既然做这种的啊，这种的啊，这个税制的这个啊要求，贵会来促进的是讲第一。阮这个目标啊，是为着什么目的？第一，我已经讲过，这绝对唔是为着财政目的。大家想看卖一个扣的这地价税、房屋税，到尾啊，咱县政府、县库通啊分偌济，嘛是本地乡镇公所去。啊，基本上咱嘛讲要来变作增加税收，迄比例才偌济。吼、哦，我相信这大家去看迄个总数就知道。而且我已经安尼讲，讲咱伫农地顶头征收的任何一角银，我绝对回归到农民跟农村来使用。安尼，咱就是符合农地农用的精神。安对农民嘛，再公平。这倒是真侪咱家己啊，住市内也是外地人，希望要享受农村的环境，这咱拢是公平的嘛，吼。啊，你去到遐个所在，人农民住遮久啊，咱应该爱甲负担一寡。哦，这个我想都是我们在这个原则上面探讨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真单纯啦，吼、哦、啊，其实阮东来这议员嘛，有当时会甲我问，甲遮来我敢有需要阁做业绩，吼、哦，但是徛伫咱整体的这个职情，我想我徛伫行政部门，我都有责任，吼、哦，敢像再去议长讲到，啊，咱是不是应该还阁为后一个阶段做一寡什么款的代志？这拢是咱必须爱去想的，吼、哦，啊，必须爱去克服的啦，吼、哦。所以今仔日啊，真感谢贵会华有这个机会，伫这个议事台顶头来向各位做一个报告。当然，施政报告这是一个结构加原则方向的一个报告啦，吼、哦。未来咱伫议会这段时间，不管是二进二一个过程啊，拢会针对大家所想要来促进的。咱会当共同来做一个对话，啊！伫遮真感谢啊，贵会伫这个时间内底啊，真侪鞭策啊、指导啊、甲勉励哦，啊！伫遮再度来向各位表示啊，阮这个团队虽然哦无法度做甲真完美，但是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啊，甲各位同款兢兢业业啊，会当接受挑战，嘛会当接受吩咐，啊嘛会当接受大家。啊，这种的苛刻吼，所以真侪这个过程啊，我想咱真侪工作应该会当更加顺利来为咱全民促进上好的福祉。感谢各位，谢谢。好，多谢林馆长，安尼好啦哦。施政总报告，无包括答询的，要爱哦。好，啊是要歇睏下再来讲。迄个你再来讲，好啊！我请问大会啦，然后要讲哦，大家要讲哦，一人差不多三分钟安尼好不好？啊，好啦吼、哦，啊，唔得，啊，无只只啊，大家讲你嘛无遐济时间啊，好、哦，啊，冇足好哩时间通啊回应，好不好？好、哦，咱来迄个啦吼，二点五分钟啦，二点五分钟，都这个二点咩？这个啊，咱尊重尊重要紧啦。好好，我来歇睏吼。
好，同仁请就正。现无相关主管，也请就正。好，老大，请老大。主席，馆长，副馆长，各位主管吼，甲咱的同仁，大家好吼。我是讲，咱每年啊，拢会听到馆长讲这施政报告啊，这条哦几个点啊，目前相同点啊，应该咱人是有累，甲无累啦。累就是讲，你即个时间到。阮议长讲你水馒头，第一点我是甲你讲，你即下你先当通安节啥就无去，你该爱先去想讲，通安节奈无啥去，八十几万人，一年了过千万。阮议长来甲你讲，你一定要检讨，检讨安怎创？交通问题嘛吼，交通问题你拢也无，基本拢也无讲啊，无啥，这实在是哦。你也是要检讨一下啦，你要安怎紧紧急看安怎创嘛？总统了，你人行政对啊，你人，无得行政这个局势也做，我搁听有些公馆长也是要做会做咧，这下摆拢是条线，无安那个疑难，讲到疑难，今要交通当过，我想讲这个幸福议员啊，这个面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真紧紧，科技园区啦，无安那去拜访，安那引诱人，枪枪好，枪枪去要来，无人来啊。那讲到你人，大家惊。你做官，你人哪会惊？你讲歹来，就是我来跟你讲实咧。你都反报严，大行严，无讲实讲，要安那有瘾人来抢抢来，人抢抢比你较大啦。所以讲，即个你爱家己检讨，过剩两年尔啦，你来袂当检讨啦吼。即块啊，即个肯定关门哦，搭起你也无人来。所以我跟你讲一项吼，迄个单领局。但恁叫代表你吧嘞，捌你吼，伊可能叫我爱甲你讲一下，我这应该是即阵甲你讲啦，我想讲即摆就甲你讲一下吼。伊个厝是因老爸吼的，五十年以上拢无震动，也无违建，吼。伊个税金都52,396，对，你只要甲扣139,695，即只即阵无意思啦，即。袂下，我伊甲骂啦。伊叫我甲你讲，你拄则伫讲话哦。我是讲做事馆长哦，无需要遮硬啦。任何代志，你做诶代志拢会使接受挑战。无安尼说，你讲即句我就袂欢喜啊。宜安县啦，我无骂你即个税金诶人，搞啥人？我存恁过几万一个呢。大家我拢听甲袂，尤其咱议长阁叫地干开。伊阿咧同拍干同讲干咧，全国第一名个啊！足济人甲骂，讲你较早议员，歹讲话会使，你就是中国国民党个主席咧，注意咧！你今日爱放点点，赖清德啊，拢用天干咧，人拢去甲围啊，阮只好甲你围哦。都阮就是想良心啦，想良心，甲他互你甲陈文昌议员，议长。是的吼，迄落，50米内先起个50楼，30楼就起去，哈，罗东破坏病院就起去，你倒下工抢几楼啊？你讲，阮二哥话你知，今年5楼比7楼，起个黄树超议员刚个参陈文昌议长讲阿大跳门道，你安尼甲文昌斗安尼斗安尼，你都拢袂讲。这社会嘛无公道，你莫这样啦！你爱讲讲个接受挑战，莫爱较咱人爱较客气。这是几分拢无紧，我想讲这样，互你做参考啦，吼。嘿，好，多谢。我上。我了，莫要钱。我啦，我来再讲。都不是沈议员，沈议员先聊啊。好，来，这样。我来再讲。三分钟啦，拢三分钟啦。
馆长吼，咱的馆长的团队，阮的同仁吼，我是感觉啦，馆长实际上馆长是千头万绪啦，压力都很大，我们都能够谅解。议员所讲的拢是单一小部分的案件啦，反正大家拢了解吼。最我要讲的是有两件，头一个，咱的青年创业贷款迄个部分，馆长你拢无讲到。我发现资料一直看，结果选择性也不写了，因为欠银行3000多万。宜兰管仲人背书，咱宜兰管仲，我看到报纸说喊停。管仲，你这应该过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青年的动工作会这样？第一个，第二个讲到地热，我感觉迄教社的高层员哦，我你声音要做座谈会，真的要感谢那个陈登清，但是那个人真的很没有礼貌的一个教授。伊安那讲？伊讲我争取恢复家园25年，今天我叫法罗利在开发地热，安那？你抗议等于你的地热等于你赚钱了，这个心态啊，这心态有够歹嘞。OK， 好，然后去设计很多的青年的小孩，在那个地方跟说明会有意见的人打对抗，哦，这心态足歹，非常的差。所以哦，伊个内底第二条讲，伊哩内底讲，日本吼、哦、地热都可以在都市里面的住宅。那馆长，我伫这边特别建议，因为你刚才人拢讲不清楚。以高成远这个教授的想法，我希望这个地热到罗东都市计划区里面，或者到这一个宜兰市都市计划区，人拢会接受嘛？人日本人拢会接受，这多。本来陈天庆说承诺要让我们有机会去参加看看，都没有啊！陈天也调走了，人家升官了，人家都算了。我是要甲馆长你报告，这个工课你一定要重视，不要瞧不起宜兰人，一定要接受他这个工程。谢谢。好，谢谢黄定宏议员，请。好，感谢。好，感谢议长了哈。馆长，我拄好拜听你报告这个施政报告了哈。真正是哈。嘛爱甲你一部分感谢啦，一部分吼，嘛爱甲你讲你吼，真无用心啦吼。临门一脚，只欠东风啦，这也你讲的啦。但是东风来的时阵吼，一路顺风啦，毋是头前安尼真顺，尾溜遮就真无顺啦吼。你咧讲的老旧都市地区活化，我听两年啦，吼，甲搭还是在那边转而已啦吼。没有什么具体的啦，哈，没有什么具体的哈。第二个就是南城之星，本身嘛一直在讲南城之星是宜兰市的都市之会部，哈，会，足重要的，也是一样啦。第三点，化龙一村嘛是同款的，拢报告同款的物件，哈，一点进展都没有。那另外第四个，安龙溪。安龙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伊要建构一个泛舟国际化的。顶年看的进度，甲今年看的进度差不多，吼、哦。要迈向国际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个需要管政府过去加强。那另外，中心文创，这两年来同款，闲置地下，办两届活动了才停起来。没有看到具体的方向，跟你以后要哪去做的一个提成。另外，生长就业甲生长服务看起来一路顺风，但是生长人士要去吉米火车站讲一下卖这物件的，袂使卖红馆。其他的人那底下卖没有问题，哦，所以这就是较无合理的所在了哈。那另外，环保的问题。你轮一个轮胎的物件，甲搭爱处理袂好，放任轮胎行，安尼满山满谷，创袂好事。即环保方面，即、這个一定爱去解决。油民的问题，讲真关怀，为着一粒便当，为所有坐公路桥的车，摕一粒便当摕好，再搁摕来为宜兰摕一粒便当，再搁为宜兰搁一去所有。你即敢有一路顺风，甲油民真关怀。毒品的问题更加没有具体的一个成果跟效果，青年事务的问题同款
看看嘛，宜兰青年学院跟青年事务委员会，那其他都没有作为吗？都无他个法律的空间吗？所以讲，我跟你讲，你这了无新意嘛。哎呀，您当要具体的做一个作为了啊、哦！谢谢。好，谢谢林业贤议员，请。多谢局长哦，馆长、各副馆长、各位迄个局处长吼，啊，咱所有的同仁吼，其实我是站起这个反对党的立场嘛好啦，是讲议会这个一份子来讲，我想馆长去遮做嘛，像在伊讲咱局长讲过啊，要做要七年啊，啊，甲本是同款嘛，做要咱同齐入来底。之前我是对你非常的期待啦。但是我很知道你这届连任了，啊，搁顶年，啊，但是今年了，我觉得说你的政策吼，真正有一丝仔讲，吼，开始失卡错。我嘛唔知讲你有心无心要留在宜兰，但是不管如何吼，因为你跟我名差一字尔，你也做好吼，平平顺顺的，你林冲贤，我林岳贤，吼，平平差一字，你也做好，啊，拜历史留一个好名声，我嘛足有面子的。啊，重点是啥？有遐东西，有。因为我曾经去跑行程的时候，有人家讲，林岳贤哦，啊喏，迄馆长啊林岳贤，我听讲馆长林岳贤，我嘛是真有面子。问题是，迄是叫骂，迄是无好的。啊，所以我是去这要来苦口婆心是要来讲，昨昏恁民进党党团参咱陈文昌议长去讲，这个地价税这个问题，吼，讲若有问题，吼，是不是他找伊申诉？这点我想讲要了解是讲，确实，我若一挂选民。一挂朋友也是讲，因因为伊个农地个问题，也是讲地价税，感觉讲之前六两万外，即个吼变六八万外，啊，然后有即个问题，摕予咱个民进党即个陈文昌议长，吼，互伊去处理，啊，甚至伊即个，迄个八万外，他刚刚剩两万块，吼，啊，若讲确实平平同款个问题，若找阮即个国民党个议员，也是讲在野党即个议员吼，也是讲即个，他讲嘿，剩减一千。是不是有这个待遇的差别？还是讲因是咱执政党的，吼、哦、啊，所以这个两面手法去算。所以我想讲，阿咪麻烦你管住你解说者，啊，一视同仁啊。啊，其实坦白讲啊，你吼、哦，我是希望你继续留意人吼，把这个全大迄、那个全国运动会办得好啦。啊，但是我唔知道你有心无心。啊，其实我心内去想啦，陈文昌议长是绝对希望你紧走的啦。你若紧走，伊较好处理啊，较好办代志啊。无你看伊无害，阮议会拢无尊严去啊。你看阳明医学院，前几天这启用典礼，陈文昌议长穿一件青色的衫，大字写写宜兰关医会议长，结果介绍二十几个、三十几个，连那个什么便宜的承包商，各种介绍啊，阿妈我各种介绍啊，就是无介绍到陈文昌。我有去去参加这个议员吼，是无要紧，无介绍无要紧，但是议会吼这个龙头嘛吼，代表着讲咱宜兰关服务平等，既然无给介绍到，无彩搁写民，搁穿这个金黄色的那个民进党的背心。县议长陈文昌，啊，黄定和议员，你过来特别走来翕相，阮的民主尊严拢无去啊！张秋明议员嘛，大家要林希明议员你好，在立了哈。啊来了，馆长哈，啊，所有的长官哈，咱各位同仁大家好哈。其实我是想哦，政府的政策出来，都是爱一致啦哈。政府的讲话要顺话嘛吼，咱即摆政府也是反反复复吼，哎，后农地爱农用，我想袂咧，咱好不容易农地有一个较好介绍，啊，管长你又唔好，你要扣税金嘛紧，你卖有百姓反弹嘛，你有百姓反弹，安就唔对啊，啊，你即摆讲啊，你个申诉会使改，啊，政府你都无原则啊，对无？我想袂咧，一个政府做啥物话，百姓都反对。你讲这上个当然，有诶两千，即变六千九，三倍五啊，拢是安尼咁调。真正一般诶农民，真正你甲扣落，都偌济都偌济。后人讲讨价还价，这什么政策啦？官僚，你也想这上注意，大家注定注意诶，大家想诶，大家版本上做诶，对，这个想出来嘛？对，你袂使只讲诶，我先来就俗话就讲诶，阮只国民党真好。今日国民党执政啊，民进党无遐简单啦，唔做遮拼命啊，对哦，你看嘛，遮人都国民党有讲哦，无讲讲讲也煞，但拄仔你搁去讲，你敢那恁做诶敢那对诶，敢做田人当做啥？对哦，叫未使去未使去，对哦，拆啊拆啊，我想无咧，管你嘛，
你有阵时也唔知下边去做啥物工课，有阵时爱听听基层的话。因这政府官员哦，放遐好只啦，外口乱教，你敢知？对哦，这是第一点啦吼。我不卖阁继续讲嘞。上重要，我来阁听馆长讲，较早中央的政策，咱迄个偏远地区发展遐建设拢较济吼，馆长啊，你才剩两年啦，人听讲你咱要走啊。我这个想哦，即马中央吼，个人执政诶。较早会使讲咱议员真歹运诶，国民党执政诶，县长拢地方拢国民党诶，中央变民进党诶，啊，即摆民进党执政诶，单刀头变啊，对，好不容易啊，你剩两年尔，你即个官又好，你甲即两个做，即两年做好，甲退起啊，做些升进嘛，敢若像我做民意代表共款啊，我服务员今摕来看下，甲做会成功哦，我感觉行情啊。你也莫讲，莫去想去中央。我拄仔听你安尼去讲，会啊？你即摆甲中央关系真好，要创啥拢有法多斗相共啊？你有坦荡荡诶？我这两年要家己人关做好，较早中央对咱不少诶，拢甲补补顿啊，甲套路顿啊。你也想啦，咱宜兰岛啊，一个高速公路起了来扣税啊，人去外关区啊。好，多谢哈。啊，陈浩山议员。啊，主席啊，馆长啊，馆长啊，拄剩两年就两届到任嘛啦，哈，还佫加做一年。我会记得你即届啦，莫讲顶届，即摆即届开始哈，每第二、第三会期来讲哈，阮议长每一摆来起来讲话，包括开幕典礼也好，闭幕典礼也好，拢甲你有所提醒啦。哦，但是你也看讲，我感觉啦吼，恁前面主政吼，议长也恁来，馆长也恁来，也煞倒去惨，两个水火不容啦。好，啊，唔知是有影，这是我的感觉啦。好，我是甲你建议，这议员拢甲你讲假，你也有角度去顶硬，你进去，正经的啦。我专门请议长来，你甲你批拢会使，因为别个馆长、别人代理也好，创啥，伊都有法度，伊敢若对你真歹食，好。所以讲，我是甲你建议啦。你想讲，顶家你嘛讲讲到哦，莫讲是嘴口传破啦。民宿三十几间个你会记哩哦？你伫台下讲作，恁这职员也无怎办？我馆长来签来办，结果哩嘛是阁拖的，对不对？最近这个问题，搭几位讲啊，大家拢安尼，无唔对，就是讲，有那边来讲，傅昆池的民调过来就是林创言啦。欸，你嘛是阁遮悬嘞，敢若较早缴考完章，缴敢若预算阁调，阁赢遮济票，所以养成着你的一个看啦，是你的一个思想，我看无啦。但是你也想讲，你派副馆长甲我讲，我亲自人参加；你派老阿甲我讲，派税捐处处长拢来讲，好就照安尼哦，40%以内，农委的这个规定40%以内。但是有啊无？没有啊，对不？无啊。啊！你即马有等甲讲做讲，哎、欸，啊像即位讲啊像蔡总统，你叫马英九讲，哎、欸，炸起咧，跋筊炸起咧，炸毒咧，啊恁两个就蛮合拍，我想想，我恁两个拢唱双簧。所以讲，我是甲你建议啦，恁这官员也好，吼、哦，像馆长、副馆长，只要你既然有位协商的事，顿时爱是一个正确处理，会当处理就共处理，袂当出人答。阮即栋。我提案，阮包括谢明，包括陈安忠，包括林成功，阮在下的联盟这当提一个案，甲你讲是毋是你会当调整、重新考虑、调整房屋税甲地价税？结果你连家回答都无，这敢是你的政府吗？你还是家回答啊？是有困难的答，还是讲直接答，还是步骤的做？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大家家回答这个问，所以讲我感觉讲。你的团队，你到底是他妈打死你安怎？我想无，人应该是前面主政，吼，前面主政的。
哎，照讲，这个情形，咱今仔日前面主政，你包括要中央政府顶顶亲劳一级，你搁总参会，是不是？真简单的代志啊！这物价你啊，你啊想看看，想看，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你搭一件讲讲清楚，你讲。一片的好意，带开物价呢？啊，物价你啥？税金，你其实讲我起来做生意，你总管路这做生意扣来讲多啊？你一天赚这么多钱，房租哪有什么问题？啊，后边的，像你，你嘛讲啊，副馆长嘛讲啊，阿罗嘛讲啊，40%，吼，你40%，就是讲这个农委会农业条例40%以内，这我给你处理。所以跟厝连违章买卖行事，违章跟你什么关系？违章你就是要拆了嘛。这大家看解释，你拢倒了，爱赔人了，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等下再来给补处理，税金给补处理，不干呢？大家，我个人就接到七八通电话。拢提来，我不要从，我无可奈何。所以今仔日爱检讨，今仔是你甲局长两个一真歹啊，假歹，就你个所甲你建议个，你袂插潲伊，对不对？你对嘛是甲讲讲个，伊会甲你讲讲个，你嘛是同款嘛。专案小组报告，请你来，你陈文清主席你就歹来，伊今仔是歹主持咧，是早起我中道，你即马搁走，今仔拢歹离开。伊叫基山副局长主持的，我甲你头讲，中昼食饭的事啊。啊，我著甲讲哦，迄毋知送坐我边后听，我讲你今仔阁无来，我来讲下昼话都无你开。伊看到你是歹来主持的，这是真见识了咧，对不？你身为执政党啊，前面主政的，啊，既然管政务是前面腐败啊，讲实在是安尼啊，你敢无感觉吗？好，以上。好，多谢啊。管定我你讲啦，我话无听，我好生来话一定爱听。我咱日子真歹过啊！哎呀，来郭上，郭上，来黄先生黄议员。哎，议长、馆长、副馆长啊，秘书长，各局处处长哦，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个馆长，你对外施政报告，我听起来是袂歹啦，哦，但是我尾后敢那听甲你。干布甲尾啊，人就你讲甲尾啊，人才讲到阮总一样。啊，你尾啊讲迄句吼，我感觉感同身受啦。你讲哦，宜兰咱中央要欠咱真济无公平的所在，但是我感觉就是反映出来讲，宜兰县呐，你要欠阮总委啊真济公平啦。馆长，我讲这话，你看，咁。甲你讲，咱议员甲中央互咱的公平是毋是差不多啊？所以讲，馆长，阮这两届啊，众位人非常支持你啦。但是你对阮众位哦，真正有影有欠公平啦吼。啊，当然最近发生迄个漂流木的问题。漂流木，恁即摆不甲担吼，好像也不知所以然啦。我看尾啊。农业处长，我有甲问伊讲，农业处可能要先将这个漂流木啊来甲接起来，然后再慢慢再要去处理啦。哦、所以讲，众委哦，实在，所以讲是被宜兰县政府啊所遗漏的一个乡镇啦。所以最近哦，我一直找咱管政府的人，吼、哦，卖讲啥人，啥物斗家就讲众委呾。这几十年来哦，连一条路嘛无敢做，东西向个连做一条嘛无。所以讲哦，我是感觉讲，馆长你施政报告讲了真好，但是对阮众位的议员来讲哦，拄啊阮福山啊议员哦，讲遐确实有影哦，是感受哦，我滴下较济哦，好像感觉到哦，哎，馆长有对阮众位真正有影有够无公平啦，哦，但是。我对咱议员的沟通哦，我有一丝啊，想过提前甲县政府咱有关单位讲。其实雪山隧道吼、哦，雪山隧道应该吼、哦、做一寡吼、哦、交通人员的内底指挥。咱不管任何交通打折啊，是交通未顺的人阵哦，拢有严谨来指挥嘛。但是哦，雪山隧道无通的人阵，
拢无人入去内底指挥，所以地主讲哦，每一工差不多即马逐工趁啦，每一工差不多四点五啊，甲六五六点啊，六七点啊，即个哦，拢伫雪山隧道之前哦，大塞车，所以哦，馆长这点可能哦，你无注意到啦，哦，所以我这点哦，提醒馆长，你用讲甲咱。好，谢谢啊、哦！啊，吴议员吴秋林，过来个立场。吴议长吼，各同仁，馆长，所谓咱的馆务一个主管，多少咱陈凤山议员在讲哈，馆长，在我们的议员馆长啊，你的施政报告里面已经把幸福宜兰在你的第二届第二任期来这 update 到2.0了，但是哈、哦。看到这个 2.0 我是觉得啦，在你的下面的一些的同仁、哦、办事并没有正如你的 update 那样的到达 2.0 依然是在 1.0 的状况之下，所以你的脑筋已经是骑坐高铁 啊你的脚还在骑脚踏车，你的身体还在搭公车，所以跟不上啦。那所以对于你的想法，你的施政理念有没有办法去执行它？无多，所以为什么会跑出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得给水也好，我们搭牌也好，这些零零总总的一些问题东西，给那里很多的媒体的报备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这个蔡总统推的这个长照 2.0 有九大县市来对，并无宜兰关，并无宜兰关。那所以这里将在里面提到了将来预期中央政府要推长照 2.0 而、我不晓得我们的资源在哪里。我也记得五月份的时候在你的施政报告上讲了非常多次的，将来蔡总统施政了以后我们再从中央获得非常多的资源，但是资源在哪里我看不啦。很简单的一个长照 2.0 我们宜兰县居然没有，让花莲有、台东有、嘉义有、云林有、南投有，谁都宜兰没有啊，咱敢上输人？咱不上输人啊。你的施政你的满意度他都说的啊、也是还是蛮好的啊，但是为什么会没有？是我们的努力不够呢，还是你的想法没有那么快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说你虽然有很好的脑筋，你想把你的宜兰 update 到 2.0， 但是你的下面的这一个工作并没有到达这一个品质。所以县长，我们来互相勉励，你要把它 2.0 是要全部的总体的这一个组织，全部所有的这同仁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升级的动作，才能够把你的想法你的做法能够它完成。好，谢谢。好、哦，谢谢啊，谢议员，谢陈议，谢议长，县长、副县长，还有秘书长，我们所有的那个府会的所有的同仁、所有的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哈。那个主要是想要针对刚刚县长在那个市政总报告的内容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建议，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些的建议的事情。因为县长这一次在这个市政总报告谈的是永续，那县长刚刚也有提到了说一直以来听到的一些影像啊，或者是在论述的公共议题，那也推荐县长最近在11月6号之前，当洪水来临之前，这部影片是免费的，这部片真的很不错，我建议的是所有的我们县府所有的同仁都应该要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谈永续的话，我们所有局处事迹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因为我们的市政总报告里面以及我们局处事的报告我们都看过了，那有没有扣到县长去谈的永续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多可议之处，那这些我就不在这边多说，我在后续的就是各处室的施政报告的时候我会再提出其他的质询。那另外就是针对县长今天的那个施政总报告的部分，我有三件事情想提醒县长。第一件事情是
其实每一次我们的规划跟计划都写得很棒，但是其实我每次都看不到在第一线的实际落实有没有出了什么落差，这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在讲说要很永续，可能讲到治水与水共生，可是结果我们第一线在做的事情是 好多年好几亿的钱都拿来做什么堤防做抽水站，这些事情对真正的永续是有关系的吗？那可是第一线的这个实际的操作在您的报告或规划里面是看不到的。那不止啊，可能你说做了社造就搞到后来是和做文化其实都是活动而不是后职，然后做环保其实是这样，第一现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很浪费的。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规划跟计划和第一线的实际落实是有落差的，这是县长未来希望在您的市政总报告可以看到的一些明显的差异。那第二就是民众的那个民意的沟通和掌握。县长这一年来应该是，刚刚县长一直叫民粹民粹，您一定针对舆论还有民众的声音跟状况非常的困扰，我也理解，我们作为民意代表也非常的感受，感同身受。那其实您的市政县政团队现在跟民众的沟通是出现落差的，他没有办法直接把讯息传递给民众，也没有办法有效掌握民众所关心的，然后怎么让民众更快更直接知道民众需要意思。所以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跟民众沟通的其中一个方法包含我们民意代表。可是我们民意代表一直来其实不只是进到议场来指责我们的县府团队，其实很多时候县府团队一些资源跟资讯是可以透过民意代表来让民众知道的，但常常我们第一线的人都不知道的，民众怎么可能知道？资料完给，资料不给，资料呈现表现法还是一整本的字，没有图或表，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平台，甚至一些数位合作。我已经常常讲，我已经都在用电子公文或是 email 都可以跟我讨论讯息，可是还是没有人这样跟我做。县长，如果我们的县政团队连跟民意代表沟通都做不好，跟民众沟通一定会有落差。那期许就是后续我们已经第三次的大会了，还有很多次的大会可以更好。剩下我在县长总咨询会再提出，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江玉啊，江议员，馆长，我相信，就咱应该是这届开始了哈，从这届开始，应该从上一届开始，就从搭牌开始，一直延续，好像这个也连续剧一样，前上一任四年多，到这一届。已经迈入大概是第七年，那当然我们宜兰县这是全国性的议题，我想你刚刚有说了，现在中央也是民进党在执政，你是地方的首长，那在中央的话你也是中常委，在很多的在我想不管是你们一个礼拜的中常会的会议也好，我想很多的在基层的民间的疾苦应该在整个政策面应该有所改变。我想明显的总统也好，明显的首长也好，明显的民意代表也好，都是要为民来服务，为民间疾苦，为我们的能够让我们的民众过得更幸福快乐。那这一次的我们宜兰县，当然这是全国性的议题，宜兰县还引以为豪，我们的全国的地价是低于30%，但是这是历年来所一些的所累积的，我们不能说一次到位，在整个你们的不管你们的府会的横向的联系，不管是地震建设税捐相关农业等等，我想中央在你的中常会里面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做一些指引的建言，为什么中央不在全国的一致性的整，不管是内政部营建署，不管是农委会的一些的农事的新建的办法，这么中央能是民进党去走，是哪你中央委你不爱欢迎，这第一点请教。第二点是讲，我你都讲，高雄市政府针对能够违建的问题，他能够利用太阳能的一些的搭建，让一些违章建筑能够法制化，这个我们宜兰县为什么不来办？纵然宜兰县的这些太阳光不足，但是我们要推动你所谓的这个核能汇合的这种计划，不管是太阳能或是地热发电或是水力发电等等，甚至是沼气发电，我想这方面都没有看到你的一些的中央在这个建议的方面能够一个实现的一种机制的一种可行性。再来最重要就是解决我们宜兰县心中之痛七分之五，就是我们的一些的血税的塞车严重的问题， TOD 案这种铁路的高捷化，已经林聪贤县长，你已经
每年的市政报告里面都是是可行性评估。好，谢谢啊。来，刘天武留言。大家主席，咱当局长吼，县长、副县长，各位咱县内的团队吼，各位议员同仁、阿民、各位贵宾啊，大家午安。县长吼，咱施政报告啊，你也讲啊真清楚吼，咱讲家己配合，拄啊才是议员在讲，就是讲，虽然外口是一个声音嘛，但县长你的面条还阁真好，还阁真悬吼。这两天啊，地价税单收了，当然意见真多啦吼。包括局长你讲，昨党团啊，民党团嘛开会吼。包括乡德兄吼，毛提一个案件，伊甲我讲，伊讲你看，这啊，去年地价税啊800几块，今年变70000，管你啊差，那你讲差80-90倍啊。但我去看吼，管你我拄啊，我也真紧张啊。我前几年我甲乡长去看吼，去甲传艺路遐吼去看迄个现况，是安怎来差者啊？吼，伊是毋是会计算错误无？不过我去甲传艺路遐看，伊讲我嘛错者，讲安尼敢有可能地价税啊700-800块？因为起来吼，外口我看后摆一定是做民宿啦、儿童乐园的管理啦。啊，尾仔甲了解问起来。包括咱税金处啊，罗东税务局啊，罗东分局有去啦吼，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嘛有去，啊，伊甲去年做对接，就是讲伊一寡证件，吼、哦，出差事啦、奥数施工拢个部分嘞，啊，有讲着讲去年啊，伊用当无去遐济，所以去年农地真济，农地农用无扣税，啊，今年因为出差事啊，其他啊，甚至拢去啦，去起来公务机关第一线。伊无扣税金，伊照样得行，无扣嘛袂使，所以感觉讲，拿税金查下是。关键我先来讲哦，我感觉讲，这政策在推行的时啊，爱宣导啊。其实我看了，我也足紧张啊。我也替你关心紧张，唔是我紧张啊，跟我无关系啊。我也替你紧张，我写来查下是。但我拄仔问我们吕局长啊，吕理局长，伊阿个唔知啊，唔知去查。我感觉讲。那一个主管，请问这款议员有反应，民间有反应，咱来去看去了解啊。你不去了解，我这里看我都唔敢讲，但这边安怎讲？明仔查是，你去看，这个确实是安尼啊。哦，无同款啊，甲去年无同啊。地价调整，第二啊，你企业建筑物坐起来，免讲你税金会坐啊。所以讲是安怎子，800好变作70000，你讲讲。90倍啊，真歹听啊！问题啊，是应当爱安尼做。关于我咧讲，是你尊重。好，谢谢蔡议员。蔡议员，馆长，我想拄啊，你的这个施政报告吼，在座大家议员拢有听到吼。我想这侪年来，宜兰县民用一票一票甲你算起来，
啊，你创造的这冲绳神话，哦，我想为什么大家要投一票？为什么讲你是神话？因为你破宜兰县的所有县长投票一个记录啊。为什么？因为宜兰县民啊，伊认为讲啊，我选了一个头壳真清澈的一个县长，啊嘛选了一个真有能力的县长，啊嘛选了一个真会讲话的县长。不过啊，经过这几年来哦，其实我拄啊听你报告安尼，你嘛对着整个宜兰县有真好的规划，真好的思绪。但是我确确讲这几年来吼，咱讲实在，你的团队确确实实吼有真侪问题，真侪议员找遮局处长，啊，我啊迄无法度处理，啊，迄就无法度帮忙，啊，迄就无法度去做。啊，开协调会，像拄啊有议员嘛讲着，开着协调会，啊讲好啊，啊结果有诶代志嘛拢无法度一一来实行哦。所以我感觉讲，这真正县政府团队爱深切来去做检讨改进啦，吼，尤其大家嘛真侪议员嘛期望讲啊你。将甲中央关系遐尼啊好，嘛希望讲啊，你有机会去交流，啊嘛希望甲过去你要想要建设宜兰这理念，未来有机会你交流了后，甲宜兰的代志啊列为首要。我想这是所有县民所有的期待啦吼。啊，当前咱的宜兰县上重要，我想是交通问题啦吼。交通问题，雪水塞车塞干呢，每到假日，身为每一个宜兰县民，伊拢感觉是非常的艰苦。像我感觉讲，我若到拜六礼拜，我拢心情无啥好，因为出去这也塞车，那也塞车。哦，咱一定要赶紧免啊改善来甲做好。哦，像我这个，我感觉讲雪山隧道，你是不是会当研议啊？甲这个高工局来研讨，是不是会当做调拨隧道等等范围？吼、哦，还是讲咱的，尤其你甲看哦，最近我嘛看得到讲，你看人台中铁路高架了后，对着地方的发展非常的大。啊，咱的宜兰县到底当时要来做？哦，我想这足重要的啦。哦，铁路高架一直，逐工那选举啊就开始画，啊选举了啊唔知伫倒，我嘛看无啦。哦，啊另外，哦，咱讲实在，今年咱的统筹分配款中央减予咱7000万，啊咱县政府一干干真无钱，啊真无钱的当中，即马这个啊咱的土地税。啊，有扣到你拄好解释啦吼，到底咱为什么要人扣起来？但是这个时机点，咱阁甲即个全民解扣，当然是您讲这是土地正义，我嘛哦会当啊往这个方面来思考。不过一届甲全民扣啊济，啊全民当然会反弹啦，吼、哦，当然反弹，是不是？这爱豆豆来处理，啊一届安尼创落，安尼那对了，唔对啦。来表演啊！结果阮这议员嘛无人知影、啊，去倒表演，我嘛也无人收到通知啊！啊，结果大家拢当作是乡镇公所咧办，县政府毋是安尼处理啦，吼！啊，上尾一点我要讲者，阮头城拄仔你讲诶，县长，你讲有大型都市计划，啊，我想甲即卖嘛也无看到启动嘛，所以我们的都市还源流在过去几十年代诶迄个诶面貌，哦，啊，希望讲县长你今仔有摕到，我嘛真欢喜，你代表你也有重视。啊，不过我是希望讲，你看你的地政署、建设署赶紧来给做启动啊！好，以上。好，谢谢。最后一位发言人黄次雄黄议员。主席啊，县长、副县长啊，那个秘书长、各局处处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那个做起来领导人确实还是不容易的哈。不过就是讲，我从政至少六年了哈。我看到真的局处长们以下真的是每况愈下，咱前农业处长管定盖工厂，我们在现场听无，传达给科长又传错，科长传给那个相关承办人又传错，所以我们怎样讲这样子，我们怎么可以把事情弄好？好，我们已经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罗东扩大都市计划，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惨。可以不用被骂那么多，嘟嘟又有人煽风点火之后，其实没那么严重，弄到后面那个声音都很难听。我想吼，真的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得爱承受，不是党拢管掉了，党拢管掉的门掐烂了嘛哈。我想这个是真的要去思考，为什么人家传给你的讯息你收不到你懵之类嘛？好，那再传下去有传错，所以整个过程中真的很认真人反了，可能有一点状况。那第二个说，
我一直希望宜兰县政府是一个团队，而不是税务局说，哎，地政处的代志，地政处的工又在接受一些东西。我想我在外面听了很多，你们地政处，你们地政处，这我们常听到。宜兰县政府绝对是一致性，那你在天门，那麦克上个地震处，地震库过来，老实说，哪过我拢九州会，但是民众可以吗？民众要跟你们谈话，跟承办人谈话都出问题。我讲一个例子。那你真的基层人员真的要重新开始思考，看看是不是哪里不适当，哪里不适任，或相关人员。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民众告知我说他已经两个月，我们那时候宜兰县副县长很用心，我们公文流程是很在乎要很快速，但是有一个文件在某一个人的桌顶放两个月，我还亲自到那，我问处长无，问科长无，我到那说方便我来翻吗？还半分钟我翻了，物件在那放两个月，承办人竟然不知道。那你说这种承办人还是国教考试及格，怎么跟人家当承办员？好，我想说领导人有点子，但是其他人拖不动的话没办法做。那最后就是说，我想阿哥姐的特别建议了，除了我们的那个刚管定，我刚才有公姐很像，可能是口误，他讲说那个假建民宿啊，都爱扣水啊，还得给他给他民宿哈。农业区的民宿嘛，爱继续扣，可能口误了哈。但我就说，人家都是休闲农场，人家都是特定的哈啊，应该是不能共同去谈呐。你打地后牙，你斗地建地嘛。我想我们有一个议员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曾经反驳过哈。地级的公是不是也建议宜兰县政府哈，所有相关你自己主管机关可能相关任务重新调整？好，这我也提案，因为有一些单位，例如这，例如那个消防局。好，谢谢黄议员哈。那今天的议程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县长及所有县府团队完成了今天的县长市政总报告。那报告到，那县长可以及处长可以离席的。那报告到位哦，明天早上10点，明天我们的议程是下乡考察参访阳明医学大学附设医院，10点在议会出发，10点15分。在杨大的大本好了啦，好，对吧呢？好，多谢，上回。